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斌。我要先告诉你们，我们这一次的活动要进行抽奖。至于抽哪些呢？就是你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些。抽奖的对象呢，我告诉你们，只要是我们电竞社社员当天有来的，都可以抽。抽奖的内容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全部都是做签的，所以说你有可能第一抽就会直接抽到耳机，或是抽到别的，我不知道。然后那我就先跟你们讲一下我们主要抽的精华的东西啦。好，我先跟你讲，我要抽的是这个，有这个，跟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 iPhone 6的启动电源，比如说这种启动电源，好大，你拿出电量抽就是 iPhone 6。好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手表，你们看，它是亮晶晶的，亮晶晶就算，它可以亮晶晶。哦，我有没有看到上面的那个钻石？这算什么？哦，它是球球，它可以移动，球球很棒，戴上去酷炫 ，nice。好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的这个，哎呦，差点夹去，这个是我们的蓝牙麦克风，你看这个的人。直接把这个打开了，然后开始按，然后开始你的手机音乐，开始唱歌，跟人家尬歌啦，或是你觉得隔壁小朋友太吵，你就开这个吵死他。然后再来最后，我跟你讲的是我们的最好的东西，就是耳机。这耳机呢，非常的昂贵，贵到我都快吓死。然后他打开一个麦克，不错吧？而且他的麦克风是在内建的，所以说它没有麦克风的那个拉杆不一样，所以说这个东西很棒，我自己觉得很棒。有这个，可是我应该用不到。每次买的这种垃圾东西，我都用不到。好，那再来就是，我不保证这次抽奖的内容大家一定都抽得到，但是如果说你们买多多贿赂我的话，老板可以先抽。好，那目前就是这样子。我要说一下这一次办这个活动的意义是什么，就是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参与到这一次的活动，留下不一样的回忆。我也希望能够把这个活动办好、做好，让所有人都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活动。距离我毕业大概剩下2个多月了，希望能够为大家还有这个社团做些什么，然后留下一些什么给你们。好，最后要欢迎各位新社员的加入，也谢谢还愿意留在我们社团的各位社员们，就是很谢谢你们大家，希望大家能够让电竞社变得更好，变成全校最好的社团，谢谢大家。可以，大家都能参加到这一次活动，然后提。这个飞机的声音，还有后面那台车吗？全世界在让你拍片。